由游戏新干线及得意娱乐集团联手打造的强大端游《蜀山缥缈录 Online》在今日亮眼庆功喽！本作《蜀山缥缈录 Online》是一款融合众多玩法的 3D 仙侠题材线上游戏，以仙、人、魔三个故事开端来串起庞大的蜀山剧情。在上市后，每日的活跃玩家突破30,000人，仅仅一个月就已经在台湾创下许多佳绩，是近年台湾端游的成功代表作。这次官方同步举办满月庆功派对，邀请美音歌手亦凡及金曲奖乐团明先生演唱游戏主题曲《同乐》，代言人郭雪芙、陈翔也化身为游戏主角来参与盛会，并与现场玩家们热情互动。而营运团队借由郭雪芙特别的打扮，预告接下来《蜀山缥缈录 Online》将推出《剑与无心》改版，全新的职业弓箭手千灵与巅峰战场等玩法将于改版后跟玩家见面。《蜀山缥缈录 Online》上市满月屡创佳绩，准备了由范及红蛋来与现场玩家一起欢庆满月。有兴趣的玩家们不妨一同进入蜀山庞大的世界里，感受研发团队精心打造的仙侠世界吧。